我就看个帅哥嘛，还被抓了，真倒霉。哎，我听说图书馆新进了好多好多新书，整理起来肯定特别麻烦。哎呀，我本来明天中午还想去还漫画书呢，现在也还不了了。我本来还想趁着中午的时间复习复习，还可以去看看下一诗。这下好了。哎，放学这么开着的事，干嘛唉声叹气的？ 还不是因为惩罚，是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哎，别难过了，要不哥请你们吃披萨，怎么样？哎，李山河，您点的餐上齐了，一定要自取其慢用。谢谢。哇，李山河，这太丰盛了吧，够意思。要是觉得不够，可以再点，只要你。 你们开心就好。够了够了，来吧，来。林山河，嗯，我的呢？多吃点啊，叶子，你太瘦了，要多吃一点啊。 你一定学习压力太大了，你把脸凹下去了。再一个，来，再吃一个。来，来，来，我是跟你学英语。好。哎呀，李山河，李山河。 我发现你对叶子不一般啊！当然啊，他可是我同学。我不是你同学吗？我怎么没见你对我这么好啊？哟，吃醋了？你好恶心啊！不过我觉得你吧，对叶子呢，那种感情已经超过了普通同学的那种，而且你第一天见他就对他特别好，是为什么呢？ 那是因为，他是我在这间学校第一个见到的人。我这个人呢，对第一有特别的执念。而且呢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那么可爱，对他好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我不可爱吗？我哼，行了，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，偷摸我的火眼金睛了，我靠！嗯，吃吧你。哎。 你们再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哎呦，我们在想，待会儿要不要去夹娃娃？附近就有。我也想去夹娃娃，不过我卷子还没写完，我要去选卷子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夏时给我留的卷子，不写完怕他不开心。嗯，嗯，好吃吗？这个。 我去接个电话。是吧？你有没有觉得林山河对你不一般啊？你看那个夏时哈，冷冰冰的。要是我呢，我就觉得林山河好。我持反对意见。什么叫夏时冷冰冰的？人家那叫外冷内热，你不懂。 嗯，而且你一开始不还说人家林山河很帅吗？那都是以前啊，现在哎，算了吧。再说了，我跟林山河星座不合，你们两个比较合。你说你脑子里天天就想这些，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啊，赶紧吃，吃完还得回写卷子。对对对，有些是榜样人就是不一般哈。我怎么这么多？不知道啊。嗯，好好吃，这个好吃。